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玩转寓言的频道，我是玩转，来分享有关动物森友会的游戏攻略。游戏为集合啦动物森友会 Animal Crossing。 当你游玩到一定程度，服务处从原本小帐篷升级为行政中心，村民人口增加，累积打倒最新级评价，加速发 KK 演唱会。记得前一天要先穿好服装，隔天会直接进入演唱会模式哦。KK 演唱会第一首歌是固定的，大家集合啦，会取得该首单曲唱片。之后每周六晚上，可以按 KK 点歌，加快收集 KK 专辑唱片的速度。取得歌曲后，可以登录在唱片或是音响类的家具。是不是点错也好听？最后来首日式风味的歌曲 KK 大和祭典。
KK 唱片除了离端机订购，也可以趁周六晚上点歌取得。好啦，这是 EP6 的内容，南瓜许多歌曲分享。更多游戏新的攻略，请锁定频道与部落格更新。如果喜欢，欢迎订阅完整音乐的频道。我们下次见。